咱们继续啊，看一下，现在差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腕儿条件，对不对？我先保存一下。一点 PHP， 到时候你要是用这个例子的话，你得把它改回名吧 ，index.flutter.php， 对不对？嗯。好，咱们看一下腕儿条件，这几个刚才已经保存了啊，所以都可以删掉，直接加腕儿条件。这个我可不可以去掉啊？嗯，那好，那我这里边改几个名。刚才那肯定用不了腕儿条件了，对不对 ？ID、name、年龄、性别、email， 好，都取出来了吧？加一个腕儿条件，看一下腕儿条件近十种用法。有哪些种类呢？咱们来一个一个分析一下。看一下这个 where 条件，它不能单独使用，必须配合这个 find， 看到了吗？ select、 update、 delete 这几个方法一起用。那现在咱们让它配合谁啊？是不是 select， 对不对？跟它一起用。那这里边有这么几种用法，你看12345都一个一个有了。第一种用法就是咱说了，所有的为空的条件都不去处理，比如说第一种为空的时候，当然你要分情况，它是不是可以跟 delete 用啊？对不对？你看一下，现在跟 where 用的话，如果存空的话，咱们说跟没写一样，查询的记录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对不对？所有的字段都查出来了。但是如果跟 delete 用，那你会想象一下问题，如果是所有的话，那怎么的了？是不是所有都删了，对吧？就怕你误操作忘写条件了，突然一写记住全没了，对不对？所以那里边有一个跟 delete 写有一个防的一个机制，明白吗？跟 delete 配合，那就是主键为空，那是不是就查不着啊？查不着的话那就全部删，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写，比如说你想全删的话，比如说主键大于零，是不是全删了，对吧？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吗？那第二种就是怎么的，直接存一个整数，你看一下啊。第二种，这是第一种为空的情况，咱一个一个往下写。第二种就是使用一个整数，那使用一个整数有几个特点，咱们看一下 where 条件。比如说我存五，后边不能加分号吧？那默认这里边主键可不一定非得是 ID， 清楚吗？只要你建的主键什么字段，我这里边都会自动把那个主键给提出来，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呢是一个整数的话，一般的这里边默认都是把 ID 看成是主键，对不对？那咱们看一下结果会找到什么，是不是只找一个，只找一个也是什么数组，也是二位数组，是不是这里边条件就是 ID 等于5啊？那现在别人有个问题了，是吧？这也看不出来用预处理呀，这个五它也不是问号啊，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因为这块你现在看到的什么模式，是不是调试模式，对不对？其实内部是问号处理的，只不过在这块咱们用了一个什么机制呢，又把它组合成这样四块语句了。如果调试模式上用户看到的都是问号，有可能他看不着五了，对不对？我又把它组合回，但是执行的不是这条语句，这点要清楚啊。执行的是什么语句呢？你看咱们这个笔记上写了，是这样的情况 ，ID 等于问号的变成这样了，然后数组等于谁啊？等于5，是不是两部分传过去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咱们用组合，这是使用一个整数的情况，经常是查一个去用，然后
第三种，你看咱们是哪种啊？第三种，如果用逗号隔开数字字符串，你看一下是这样的，或者是数组，这样两种情况，看好了啊。第三种，使用数字字符串或什么数组，数组的得先确定元素是什么，是整数的。那好，尽量的情况来写一下，这样杠 where 条件里边存一，数字得是字符串，看到了吗？是不是得这意思啊？我直接这么写一二三四五六不行，清楚吗？我这样就可以了，里边是数字字符串嘛。你看结果一二三四五，主要你看四个语句会什么呀？是不是这个？而真正的四个语句会什么呀？那一二三四五的地方变成什么？问号，然后数组是不是三个值啊？是不是？这个用法跟谁的用法一样啊？你看，我还可以怎么用？其实这样的用法不多，最多的是这种用法 ，where 条件里边直接存一个数组，数组里边存，这里边可以是这样的条件。看到了吧，结果跟刚才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说下边这种比上面那种常用啊？在应用实例上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些复选框，对不对？复选框选中我全删除，或者全怎么处理，对不对？是把复选框选中的都查出来，而复选框选中的存到服务器端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数组的情况，对吧？就像比如说这个，你看啊，假如说管理管理文章吧，你看我全选，对不对？我现在做一个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全部审核呀？把选中的啊，当然这个是跳转了啊，又跳回来了。那我全选的这个选中的框提交给服务器，肯定是一个数组吧？我只要把这数组往外的条件里一放，一更新，是不是全可以了？是不是就很简单呢？所以这块主要是目的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块一二三四五六，因为传过来就是数组，可以把数组全处理。这是第几种啊？第三种用法。那再看一下第四种用法。第四种什么呢？以一个关联数组作为参数，那么就是判断什么等于什么的。你看，比如说这是什么关联数组，下标就是字段，不要写错，清楚吧？然后这个就是对应什么值，它组合语句就姓名等于这个，然后难，看到这种了吧？所以比如说咱们这里边，在表里边刚才咱们看到的啊、有名字等于，这几个有点不太好记，名字等于一二三一三，有这个吧，对不对？那我在这块就这么写了，是使用关联数组，然后这个下标什么是字段，表的字段名啊，我就没写表啊，字段名，然后值是什么，这个字段对应的值，对不对？对于要查询的值，好，加上 where 条件，然后加数组字段名 name， 然后对应的是一二三，看一下这个名字起的比较奇怪，一二三一三，对不对？对吧？双引号带引号都行，这里边都有转换。那你看一下得到的结果是不是一二三一三呢？下边条件是不是名字是一二三一三的，对吧？你看这里边你怎么处理？我不加呢，可不可以啊？你再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也帮我们加上了？看到了吗？所有这里边都处理了，清楚吗？就防止你意外写意外写错误，都有帮你挽回的余地。这个，这是第四种情况。那咱看一下第五种情况。第五种使用什么呀？
如果还是一个关联数组作为参数，但是数组的值中使用百分号，那这个就变成什么了？是不是模糊查询了？对吧？那好，看一下第五种，在你看这块也应该写，也是一个，对，必须得是关联数组啊，关联数组，然后值中使用百分号，但是一定要确定我这里边处理了，因为查询的时候一般的很少什么以什么什么开头，对不对？里边必须两边都是百分号，少一个不行，这一定要写两个百分号，清楚吗？不要写一个啊，你看一下，外条件，这里边我写一下 ，ARAY， 咱们还是拿名字做实验行吧？名字，值，两个百分号没少吧？比如中间存一个一二的，那是不是把所有包含一二的都找出来呀、啊？对吧？那看所有包含一二的是哪些呢？是不是都是名字中包含一二的？你看最终是不是名字 like 是不是模糊查询呢？对不对？形成的值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 like 问号的形式？然后值是这个，看到了吧？嗯，能清楚吧？然后第六种还是一个关联数组，这三种四五六是不是都是关联数组啊？这个第六种还是一个关联数组，但是什么？还是关联数组，有一个什么问题啊？这个在数组下标中，是不是指的内部下标啊？使用空格分开，那么用空格分开，那就是空格前面是字段，后面是条件，那这条件都有什么呀？大于等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明白这意思吗？是不是这是条件呢？对，这是条件，看好了。然后咱们写一下，比如说 where 条件 ARAY 名字，不能用名字了吧，年龄，或者对叫 ID， 是不是空格隔开，后边是条件，大于后边数组的值是什么？大于十的，你看组合的条件什么？看下边就行，是不是 where ID 大于十啊？对吧？这边有一个我没试过的，你看可不可以这么用啊 ？ID IN 再一下，比如说括号，我这没试过啊。嗯，不行。我刚才说这也没试过，你不能写 IN 了，因为 IN 前面怎么的，是不是有了一个了，对不对？全数组的方式，这大于，那我可不可以小于啊？可不可以写等于啊？其他都可以，清楚吗？只要是条件的都可以分开，这是第六种。那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七种，第七种。看一下，如果关联数组是由多个组成的，咱们记不记得 where 条件可以有多个呀？这块，如果关联数组是由多个元素组成的，那这个多个元素包含什么呢？以上，比如说四、五、六这三种情况组成的，那么就会以 AND 连接的多个条件，看到了吧？如果是以这个组成，就是以 AND 连接的多个条件，有问题吧？那好，
咱看一下这块，现在你说一个并且的条件，假如说我这么写 ，y 条件 ，a r a y 是不是一个数组？由多个元素组成，看到了吗？可以是两个，也可以三个。你看我这边写一个，是下标 id 大于，我这写个值五，可以吧？是不是这是一个元素？再写一个 id 小于值，这块写吧，二十。我再写一个名字，对，加两个百分号，是不是 like 了？一二。我现在这个查的条件应该是什么样呢？查找 ID 在5和20之间，名字中包含12的，是不是？没有查到记录，但是条件你看一下啊， 5到20， 并且名字 like 一二，条件写没写错？只不过没有符合条件的记录，对不对？那咱们再放宽一点前进，名字中包含二的，也没有。那五和到二十之间名字中有包含什么的呢？一的看有没有啊，这里边就没有数字的，包含 A 的啊，名字中现在啊，中文了，中文这里边查会有一些问题啊，中文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这些汉字里边怎么的，里边有那什么 Unique 码，里边有 A 的出现了，清楚吗？那它汉字以后咱们做搜索，咱说 like 简单查询还行，那不知道大家以后搜索知道用什么吗？用什么啊？不是一个大网站的搜索该用什么啊？这个不无道理，可以借助百度。你要做一个小网站的话，为了方便，你只要加四条代码，基本上就可以用百度搜，然后再返回你的网站，听懂吗？是可以做到的啊，小网站是可以这么做的。现在好多门户都在那么做，不自己写搜索引擎，然后借助别的搜。那真正大网站用的，当然了，用那个搜索引擎搜的话，你会在网站里边会有一个它的 logo， 像百度 Google 都巴不得你去用它的搜索引擎了，对不对？搜完之后返回你的界面，但返回的界面上面除了有你的 logo 还多了百度的 logo， 听懂吗？会加这个，但是一般的网站不会这么做吧，比如新浪的那里没有吧，淘宝里边不会有吧，是不是啊？那咱用什么？现在最好用的专门编搜索引擎服务器的有好多种，但是推荐大家用的是以后用的是斯芬克斯，听懂吗？它能将1000万条记录在0.1秒之内搜完，对吧？你用 like 的话，1000万条记录你得等吧，你睡一觉起来它还没搜完呢，听懂吗？斯芬克斯 SPHINX 就像 MemeCache 一样，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它是一个服务器，听懂吗？这个搜索速度很快，现在公司都在用这个，明白吗？而且它好在哪儿啊？它还可以用中文分词，对，什么叫中文分词啊？就刚才他说中文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中文的习惯，它要不像英文，英文为什么说好搜啊？因为英文每个句子中间，它搜的条件中间肯定会用空格的隔开，对不对？不用空格隔开的，是不是一个单词啊？所以英文的话一般是不用分的，而中文的话，你搜的一句话要把这一句话拆成多个词，对吧？比如说我是高罗峰，那他应该拆成几个？假如搜这个，能搜拆成几个？对吧？单词，你指的什么意思？啊，你说那个词，斯芬克斯那个词啊，是这个，它是一个系统词 ，S P H I N X， 斯芬克斯。这个先不用管，后期咱们会给大家讲一下，知道吗？你先了解这个概念，就是这会儿刚才不出问题了吗？出中文的话，以后得借助于要么百度的平台，要么什么斯芬克斯这个东西，装一个软件。这个咱们说搜索，现在公司在用，最主要的就是那个中文分词，听懂吗？你得把一句话它会拆成几个词，对吧？
这还不是什么太难的，最难的什么？要根据行业，比如说你做医疗行业的，比如说你搜一个张，就能把张大夫拿出来，对不对？不然别人谁知道张大夫是个词，对吧？那你是做什么娱乐行业的，你搜个刘，那有可能列出刘德华之类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所以那个行业的分词那是很难做到的。像百度为什么什么词能做到？你看百度有多少个人在维护这一个分词，对吧？比如说随便的一个事件拿出来跟这个事件有关的词，你只要打出一点点整个事件的关键词，它都能列出来，是不是这样的？那都动态更新的，对吧？而咱们做不到，以后就怎么的？以后你得买分词库，听懂吗？现在国内最常见的买分词库就是那什么海量的那个，海量公司那个有那个很多，对不对？现在花钱的，我现在看正在能弄出免费测试版的，因为在公司都花钱用那个往词汇预装那个中文分词吧。这是搜索上咱们需要用到的，对不对？所以咱暂时不管，咱们在第二来做下一个的下一个项目，咱们会说一下这个中文分，就是这个斯芬克斯怎么搜索，行吗？咱第一个项目暂时先不用这个。好，这是多个的条件，那有第七种用法，那有没有第八种用法啊？第八种，第八种什么呀？如果是由多个关联数组组成，前面咱们看的是不是一个关联数组，一个数组里边有多个元素啊？现在是在外条件是由多个数组组成的，对不对？那之间就用什么？使用 OR， 看到了吗？那这里边实在是写不出来，既关联又什么？既使用关联的，又使用并且的合在一起的括号关系那个，我想了很多办法，实在写不成那个，所以那东西就放弃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那或者你看一下啊，这块加外条件，加上一个多个数组组成，这是一个吧，这是两个吧，这是三个吧，对不对？可以继续加进去吧，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找到 ID， 假设是五的，对吧？或者是什么，比如说名字是12313的，对不对？或者是年龄大于，比如说20岁的，咱看一下外边条件，这或者肯定能有条，如果有条件成立的话，肯定就是怎么的，能成的吧？这块少一个什么？少一个数组的关联符啊。那这个值你看不出来，你看下边这个 ，ID 等于5，或者名字等于这个，或者年龄大于20，是不是出来了？对吧？组合成的是名字等于冒号，或者年龄等于冒号，或者20等于冒号，是不是这样吗？对吧？好，这是第几种啊？第八种。那再看一下，前面那些有人就担心了，说你这个不什么条件都能完成吗？那有一些条件你想要的，你想要有没有能完成不了的？就最外的条件这块，有没有完成不了的？我想应该有，你觉得呢？是不是应该有啊？那完成不了的怎么办呢？你看一下，专门有一个处理漏网之鱼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九种，什么直接写条件，这个都会，好多框架都是这一种，直接写条件，外条件，你想写什么吧，在这里就没有写的，只要是一个字符串就可以，比如说ID 大于5，对吧？并且ID 小于10，对不对？或者等等等等之类，也可以加号，什么都可以，就是直接写条件，对吧？那这个直接写条件就没有写不成的了吧？对不对？这是不是也方便呢？你看一下条件啊，大于5小于10，对不对？但是建议不要用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从第一种到第八种所有的值我都能把它转成问号，可不可以做到这点？
可以用于处理，这些也是用于处理，对不对？但是我不能做到这种情况，我就不能做到你哪个写的是值，哪个写的是下标，听懂吗？不能把五换成问号，十换成问号，把这俩提出来，对不对的呀？也就是这个，你现在直接写还可以，就怕你写什么呀？就怕你把这块换成一个什么变量的东西，这样的话就容易怎么的？是不是有色素注入了，对吧？当然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觉得无关紧要，对不对？如果直接写固定值，谁不会注入，对不对？就是五大于十，能会有注入吗？是不会有注入啊，就怕你加变量啊。所以要直接写值的话，这种条件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是变量的情况，尽量用上边中的怎么的一种去组合，实在没办法了才再去用它，对吧？明白？一共八种，还有一个这里边一定要写的一个就是这个 select 什么意思呢？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写参数，它也可以参数，它参数是什么呢？ while 中能写什么，在 select 中就能写什么，我们也把其他条件加进去。那好多框架会是怎么样呢？在这里边用字段去加，这加这么写啊，这写 while， 然后后边写 while 条件之类的，然后这写 order， 后边加什么什么 order 的条件之类的。我觉得那样前面已经组合太复杂，就没在这写。这里边唯一加的就是什么 select 条件，比如 select 五，直接查什么？查五，对不对？就省着写了一个 while， 它俩是一个作用，明白吗？你在这里写条件，它就屏蔽了 while， 写 while 条件就屏蔽了这里条件啊，明白吗？所以两个没有必要同时用，它会屏蔽一个的，清楚这点吗？你看这里边直接加个五，你看什么结果？是不是直接是五 ？while 条件 id 等于五，对不对？那假如说我要加一个 while 条件呢？这样 ，while 条件我不加五，我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十，加个八，刚才是有八吧？你看他俩谁屏蔽谁？哦 ，w h e r e 对不对？好，看一下。啊，对 ，select 里边屏蔽 while 啊，是不是还是五？那 while 写的是不是就没有用了？看它只能有一个生效吧，对不对？但是我建议你用什么 while， 对不对？这样就知道我去写条件了，清楚这点吗？嗯。好，这是 select， 那咱看一下实例，好吧？把班长叫一下，都快睡着了他。来，咱们看一下，看一下实例，咱们不看别的，咱就看一下这个首页，因为现在只有这个现在是用那 ProPP 框架做的，因为这框架咱刚发行过，对不对？其他没用，对吧？咱们看首页上应该是比较复杂，你看这么多前台首页有什么？你可以看到的，有菜单得用一套SQL语句吧，有公告得用一套SQL语句吧，对不对？然后有广东 VIP 播放得是吧，还有强烈推荐得是吧，就最近更新本域热点，对不对？还有下边这个什么每个栏目，对不对？还有栏目的图片，你看一下，咱先找一下能看懂的，有这个项目，到时候这个因为我现在没时间做，我做多少我都给大家发一下去啊，你可以有一个参考的，清楚吗？你看一下这块前台谁啊，是不是 home 前台也分什么首页吧，首页控制器 index 的，看到了吗？前台首页所有的 SQL 语句就这么多，我们也把它写到 model 里边，你看首页的 SQL 语句所有的摆放数据就这么点，全有了，上面那几关键字你看一下，这块菜单这个先分析一下看能不能看懂啊，你看啊，先不看表你大概都能分析到，我菜单这个菜单是这个表是哪个表啊？是不是栏目表啊？对不对？栏目表里边字段我只用到了谁啊？是不是只要 ID 和标题啊？因为菜单上你用别的有意义吗？是不是就不用取了？它有很多东西，对不对？但是条件必须什么？必须是最顶层的 PID 等于零，等于零的说明，因为它是无限分类，对不对？最顶层那个分类，对不对？然后后台咱们可以设置这个是你需要显示还不显示的，因为每个菜单的显示你是可以屏蔽掉的，清楚吗？只要它是显示的，看到了吗？排序按谁呀 ？ORD。那为什么这样呢？你可以看一下后台你就知道了。
你看啊，管理，咱们就看一下这个栏目管理，看到这个栏目管理，这是添加栏目，这是管理栏目，你看一下，是不是无限分类的，对吧？这里边是做实验，把这个编得很长哦。好，你看这里边无限分类的最顶层这些是负 ID 都是为零的，清楚吗？对吧？我可以让它不显示，比如这个让它不显示，怎么的？是不是它就在首页上栏目和菜单上都不显示啊？对吧？然后呢，顺序我可以怎么排啊？比如说我想让这个排在第一位，我就怎么的？按顺序从小到大，有没有比零更小的？上面没有吧？那我现在重新排 Java 是不是就会排到最前面啊？然后看首页，刚才我屏蔽掉那没有吧？ Java 是不是在第一个？ Java 是不是在第一个？所以刚才咱们那条语句现在也能看懂了吧？排序按 ORD， 这是一个字段，就是咱们指定那个栏目显示的顺序那字段，对不对？这是一个。然后负 ID 是什么呢？是零的，是最顶层那个要显示的，有了吧？那你再看公告，但是我们给大家看表，有可能你看的会稍稍迷惑一点，对不对？但是大概先理解一下就行，当然你自己写就行了。你看这是公告那个表吧，然后公告我只要什么 ID 标题和这个标题对应的颜色，因为咱们在添加公告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你看是不是带颜色的，你看这块啊，在添加公告的时候，因为让别人注意嘛，对不对？比如添加公告，我这块输入一个，输入一个一行四五三二，是不是？默认颜色就是自己是黑色，我让它是蓝色，对吧？你这选择上一点这个，是不是蓝色了？然后不添结束时间，就是什么？就是直到永远。然后之间的显示添加，然后咱们看首页，你会去看到这里边这个速度我也是限制了，你看出来这个蓝色的标题了吧？是不是？我是让它干嘛呢？添的越多速度越快，你就只有一个的话速度怎么的就非常慢，因为就一个公告的话你没有必要它跑那么快，对不对？添越多跑得越快。好，你看一下是不是把标题颜色带出来，这标题颜色没直接在标题里存啊，因为标题里边还过滤其他标签呢，你清楚吗？你要直接在里边把颜色标签直接放上去的话那不好过滤了，清楚吗？所以我在数据表里边又列出一个，然后也是要求它有显示有不显示的吧，对不对？你看这里边条件很复杂，所以这里边就不能用上谁啊？就不能用上什么东西啊？咱们那些前八种的那种组合，是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用不上呢？因为这里边既有并且又有什么，是不是又有或者啊？你看公告啊，首先是显示的，对不对？并且这个开始时间是不是得是在开始时间之后的，因为公告是不是有起始时间，什么时候网上放公告，什么时候自动下架，对不对？所以这个当天时间要大于这开始时间，并且怎么的，当天的时间要小于这个什么结束时间，对不对？或者结束时间等于零的，那结束时间等于零的什么意思啊？对，直到永久显示，明白这意思吧？那就是那空填个零，那不就永久显示吗？你不能填个最大值吧？填最大值也有到的时候啊，是不是这意思啊？嗯，你要填个最大值的话，咱们就可以很容易用，就不用或者了吧？比如说默认值你填空的话，好像这个值是最大值，是不是啊？存个整数最大值应该没关系吧？那也可以，那就可以用这个了。为什么这里边改用这个？因为这里边你看有变量吗？谁也不能把 time 函数这个把它替换掉吧，是不是？所以这里边没有变量存在，也就不会存在有色和注入的问题，清楚这点吧？嗯，所以这样写是安全的，明白吧？所以这八种方法到时候你用一遍是不是就可以熟悉了？嗯，没问题吧？现在咱们用了这么长时间，主要就把谁啊，是不是 select 查询全讲了一下。当然了，这只是什么，这只是单表查询。那咱来看一下多表查询也是 select， 咱们有谁啊？你看一下，
are select， 看到了吗？那既然是多表查询，这里边我这个没把功能写那么详细，但是一般的跟一般的框架的多表查询功能都差不多了。多表查询就会分有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关系，对吧？还有多对多的关系，这里边没考虑多对多的关系。那什么是一对一的关系啊？什么是一对一的关系？对，因为有的时候咱不能用一个表存，对不对？分成两个表存，比如说学生信息表和学生成绩表是不是一对一的？一个学生有一条学生信息记录，有一条学生成绩记录，对不对？那这个两张表又合到一起存，能不能存下呀？完全可以吧，对不对？但是假如我就想找学生信息，还不想找学生成绩的时候，你到时候一找的话，是不是也是整个表去找啊？你要分个表，想找信息就找从那个表，想找学生信息就找学生那表，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分表的一种机制嘛，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话查的时候，如果两个都要的话，你是不是得合到一起找啊？那这个就什么关系啊？一对一的关系，明白这意思吧？啊，这个一对 n 的关系什么意思啊？经常会看到一个类别中有多个内容，是不是这意思啊？是不是一对多？一个班级表里边有多个学生，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表示，对不对？这叫一对多的关系，清楚吗？那多对多的关系怎么理解啊？多对多的怎么了？一个班级有多个学生，一个学生在多个班级上课，可能吗？对不对？那就多对关系，多对关系很复杂，你很少有几率能遇到，清楚吗？那这里边支持是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关系。那咱现在要想有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关系，咱首先就得怎么的？是不是就得把这一对多或者一对一这个表先建了啊？对不对？那好，咱们看一下 show tables， 看一下这个表结构有没有，没有吧？那现在我建一个 cret 创建 table 创建表 cat 得什么 d 三幺下划线 cat 类别表，类别表里边我就有几个字段就行，比如说 id int not 非空 auto 下划线 incremint， 然后 primlky 什么组件吗？然后这里边需要有什么？还有有 ID 是不是还有名称啊？ name vrchr 比如说50行吗？然后我再加一个 dsn 随便写的描述 test， 够了吧？三个字段插了几个记录 into d31 下划线 cat vlues 里边第一个自动增长我穿空行不行？可以吧？然后穿字段，比如说 PHP 类别里边描述这是 PHP 一条记录了，然后 Java 类别这是 Java， 然后还有什么ASP 字段，这是 ASP 三个类别，对吧？现在我往里边存记录，你看好了，不是再建另外一个表吧，先存三个类别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跟它能有一对一的应该有什么表呢？跟它能有一对一的就是一个类别表，这一条记录对应另外的一条记录的，可以有这样的表吧，对不对？那咱先玩一些一对多的行吗？要是一对一的方式，你按一对多的取，或者是一对多的方式按一对一的取，是不是有可能就不对应了，对吧？那比如说类别表现在有个子类，那看一下 insert 创建一个表啊，创建比如说 article 什么意思啊？是文章啊，第三幺吧，然后这里边 id int not 非空 auto 下划线inc， 哎，写错了吧 ？incremint， 然后 primlky 组件，然后这里边也有什么？我要是从名，你看呀，名字有了吧？名字什么？名字 vrchr 30，然后这块有个 hello 字段嘛，随便建一个行不行？
S， 然后这里边插入记录 ，D， 刚才这表我得删了重建，忘写谁了？忘写关联字段了，对吧？删除表 D 三幺下划线 A R T I C L E。好，我这块我得加一个关联的，比如 P I D， 就是它的父类的 I D， 对不对？嗯、来个 I N T 逗号，这个有了吧？这个 insert into 插入到 D 三幺下划线 A R T I C L E 这个表里边，插入 V 六 I D 等于空型吧？是不是自动增长？咱就不一个列了。然后 PID 是一的，是往 PHP 里加呀，名字就是一行一的，然后下边 Hello 里边是一行 A 的，行吧？在这里边我让它有五条记录，行不行？然后 ID 是二的，我这里边加入一条什么？一条二，然后这块对，然后这块加一条三，这里边是三，行，就两条记录就行。select 星 from 关联操作，现在如果用 SQL 就写，现在能怎么写出来？是不是可以啊 ？A R T I C L E，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几种记录啊？现在咱们用框架提取。先，这种表适合什么关系去啊？是不是一对多的？对不对？肯定适合这样的关系吧。那什么适合一对一的？比如说刚才咱们 select 星 from D 三幺下划线 USER， 这是用户表对不对？对吧？用户表里边啊记录太多了，嗯，这样啊。CRET 创建 TABLE 创建表 D 三幺下划线 USER 二 ERER 三，记住这个表名啊，是 as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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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from 从D 三幺下划线 user 里边limit 取三个，我只要了三个记录，因为太多了咱看不过来，对不对？对吧？现在 select 星 from 从 D 三幺下划线 USER 三，是不是这三条表了？对吧？然后我再建一个跟它关联的，对吧 ？CRET 创建 TABLE 创建表，D 三幺，比如说 test 有这个表 test 吧，行吗？假如说我这里边有ID INT not。非空 A U T U 下划线 I N C R E M E N T， 然后 P R I M A R Y K E Y 组件，然后这里边跟它有关联的 U I D 行不行？是不是关联的用户 I D 啊？对不对？关联用户 I D， 然后这里边 I N T， 然后这里边有个字段名字吧，跟那相同的，嗯，比如说四十。可以吧？我就写这么几个，只有一个 ID， 再加一个吧，名字这块有一个字段，demo 字段三十，就跟那三头记录一对一，一个用户表对应一个文章表，是不是这样是一对一的关系啊？对吧？比如一个用户表对应一个 test 的一条记录，那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 D 三一下划线 test 怎么大写了？test VRUES 值 ID 怎么的自动增长，然后跟这个 UID 关联的第一条记录名字是 D 行吧，然后 demo 是随便的一个值，然后跟谁啊，跟二关联的这块写上 hello 什么什么，然后这块一行随便的值做实验的值就可以，然后跟三关联的是不是一对一的，完全个数是一对一的啊，这块四，啊，这俩表都有了。咱们先玩一对一的，什么一个用户三的表和一个什么，和一个 test 的表，记住这两个记住啊。关联的 ID 什么，是不是 UID 啊？那好，
在咱们这里边啊，我这个再给大家保存一下，比如说2.PHP， 到你可以去看那记录啊，这里边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然后直接创建什么用户表的对象，用户表对象谁啊 $user 等于 d， 这里边是谁 ？user 三，对吧？然后我需要创建另外表对象吗？不用，就创建那一个就行，清楚吗？然后怎么查询？你看一下，关联查询，关联查询有谁啊 ？user 里边的 r 下划线，原来是不是这个 select 下划线？这个、不是 select 查，这咱都清楚了，查的是谁？是不是自身这个表？这大家都很清楚啊！你看一下，一共有几条记录啊？三条记录，一二三，是不是三条？但是我如果加上这个词，注意啊，这关联操作这块应该也是你见到应该最方便的了，但是使用起来还是最麻烦的，明白吗？两个表操作没办法，只有这么做了吧？加一个 r， 就变成什么了？对，多表查询了。那看一下，这里边第一个要这里边查多个表，一个表是一个数组。看到了吗？你是不是可以关联？假如说这个表你分成了10个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一个内容分成10个表来做，一对一的，可不可以吧？分布分表拆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么做？那你这块一写关联，是不是就可以写10个数组啊？一起去查，是这样的啊。这里边记得，一个数组为关联一个表，对吧？而咱们现在只有几个表会需要跟它关联的，是不是只有一个？那你就写一个，行吧？因为咱们创建太多表，现在咱们没有现成的表，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连续查10个，因为道理是一样，是循环操作的，明白这意思吗？那这里边第一个就是要查询的那个表的表名 ，ARTICLE， 看到了吗？啊 ，test， 这一对一的是那个 test， 对不对？你看，从这个用户里边让它关联，是不是这个表啊？连关联的表有了，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要查询的字段，你想查什么？你现在看你想查什么？就第二个表里边一共咱们有几个？第二表有几个？不是这里边，第二表里边是不是有这么几个列啊 ？ID、UID， 这个是什么 ？Name， 这个呢？对吧？对，最后一个 demo， 你看现在我如果想所有都查，我只要在这怎么的，变个空就完了，或者你传 NULL 都行，或者传0都行，只要是空的条件是不是就行啊？它默认就是全查。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关联的外界，对不对？你这个 test 的表里边用什么去关联的 user 表啊 ？UID， 你看呀，那现在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两个表字段有没有相同的？都什么相同 ？Name ID 相同，对不对？那它会存在一个，要是正常，如果你要是两用自己用一条色轨值写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对，咱别名是处理，要不处理的话，如果两个表字段没有相同的，不会出错，清楚吗？如果两个表如果有相同字段，你还不处理用别名处理的话，是不是就出错？色轨值是不是出错？对吧？那当然咱们这不是出错，因为咱跟大家说过是怎么个处理方式，是不是分别取的，然后用数组合的，那数组合会存在一个不会出错，会存在一个覆盖的问题，是不是这意思？对吧？所以这块你要注意这一点啊。你看几个记录，是不是三条记录都取出了？这个有用户密码、年龄、性别、email、 ID，被下边那个 ID 怎么的有可能覆盖了，对不对？然后 UID 等于 demo， 是不是两个表合到一起了？你看上去跟一个表查询有区别吗？就跟那个一条色轨距是不是要的是这个结果？但是咱们真正的色轨距怎么取的？你看一下表结构 user3 是不是这个表结构？这个表结构是你看下边调试能看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清楚吗？你都不用去输出或者是到数据库去看了，是不是这样？然后你看是不是从这里边查所有的在这儿，从这里边查所有的是不是一二三在这儿，对吧？那现在
我想让他怎么的，改变一下策略，不要别名了 ，ID 我起个别名叫做，这是 test 的嘛，叫 TID 行不行？对不对 ？Name 我怎么的，改别名叫做 TName， 是不是就没有重名了？然后 Demo 可不可以这样？你看一下。重不重复 ？TID UID 是不是全取出来了？对不对？如果你不在这儿取别名，怎么的？你在这块 failed， FIELD failed， 但是这里边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什么，在主表中取什么取别名，不能将主键改别名，为什么？因为这个查的是什么？是不是你就这个主键呢？你把主键都改了，另外一个它怎么查呀？是不是这意思？对吧？所以要记住啊，这是不能改啊。所以这块你要写上，主键不能改别名，还是查谁啊 ？ID 对不对？但是 name 可以改成谁啊？错了 ，name 是不是改成 user name？ 是不是可以这样？你看。是不是 name 叫 username， 对吧？我只取这两个，其他字的密码是不是都没取啊？对吧 ？username， 然后你还可以怎么写啊？我想排一对一的关系，你是不是可以排序或者什么做的，对不对？你只要对谁排序啊？你看一下 ，ordr order 按 id desc 倒序。哦，不对不对。记住就好了啊。这块因为现在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数据库有左关联右关联，听过吧？左关联以哪个表为主啊？左表为主，对不对？这个现在默认是右关联，以哪个为主啊？以这个为主，看到了吗？以这个为主啊。所以这个怎么的，它这不能写排序条件，默认那个，但是你可以写什么 limit，比如说写个什么，写个五，写个二，它一共三条语句，对不对？是不是两条语句了，对吧？一会儿咱们再看一下右关联那个啊，是在这边啊，它有一个第四个参数的问题，一会儿第四个参数咱会重点讲一下。这是关联查询一对一的关系，对不对？两个可以在一起了。那咱看一下一对多的关系，刚才一对多的关系咱们都有谁啊？再看一下创建谁表 CAT 这个表对象，是不是刚才咱们建了一个这个 $of u 什么 CAT 等于 DN CAT 有这个吧？然后这里边怎么的 $of DAT 数据等于，你看好了 $of 这错了吧，这应该是等号吧 ？CAT 这块是谁啊？直接 R S E L E C T， 跟刚才的到跟刚才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关联一个是一个什么 ？A R A Y 关联一个是一个数组，清楚吧？然后第一个字段什么东西啊？表名，对不对？另外一个那个子表我叫做 A R T I 效应，文章表吧，是不是啊？然后空什么意思啊？取全部字段，对不对？然后关联的 ID 什么 ？PID 是不是这个？然后是不是上面咱们只写到前三个参数啊？没写第四个参数吧？你看，如果第四个参数是一个还是一个数组的话，第四个参数不猛，前面不就三个参数吗？里边是一个数组参数，数组里边三个。关联的表名、关联表字段和外界，对吧？那这个现在，来，这别晕，有没有我解释？还可以吧？现在是不是？那再继续讲。然后这个里边，如果我写第一个参数，你看一下，是它既然是一对多，什么方式存一对多最好？就是在数组下边再怎么的，来一个子数组。是不是这样？这是一对多方式，咱也好处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子数组的第一个，这个数组中第一个元素就是那个子数组的什么东西啊？
那个下标，对吧？比如说我叫它 ARTS 所有文章，清楚吗？那你看一下，是不是下标？第一篇文章是 PHP 类里边的，存的是不是这么多？对吧？然后这什么类里的？Java 类的存这么多，对不对？然后 ASP 类的是不是存这么多？你看这个二维数组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对吧？是不是一对多的关系？那如果我想对子数组做限制怎么办呢？对子数组做限制，第二个看一下是排序条件，按里边的 ID DEF7， 你看一下我这块，你现在看里边是不是现在是1234，不是倒序的？一般的我首页放这样的栏目和文章的时候，是不是要文章倒序啊？对不对？那你再看一下5432，对不对？上边是9876，下边是1110，是不是这样？那我现在往首页放，如果这个栏目里边有1000万篇文章，咱们太夸张了，有100篇文章，但首页上我只想放10个，有这个问题吧？那是不是还得限制一下个数啊？所以这都是操作那个，哎，怎么总打开这文件？还有第三个参数限制个数的，我只取俩，看到了吗？取子数组下标按什么排序，子数组个数两个，对吧？不算复杂吧？你要见到复杂的你再对比，你就知道它不复杂了，是不是里边都取两个还倒序的，对吧？一对多是不是可以了？明白吗？那如果我这个外边这个我就想取两个或者取什么条件呢？总打开呢，你还可以在这儿加条件，比如说我只取哪个栏目里边的，我只取 ID 是一这个栏目里的，这都可以加，是不是只要这一个？听懂吗？这就是关联操作。这是第几种用法啊？对，还有一种，我把这两个注释掉，再把这个复制一条。刚才咱知道第四个参数是数组的情况了，对不对？那第四个参数如果不是数组呢？你看，就开始又关联了。UID， 第三个参数是不是 UID 啊？关联谁啊？你可以直接等于自己指定条件，让这个条件和这个前边这个表的什么条件相等，你可以指定一个那个关联的什么下标，比如说跟这里边的 ID 相等，是不是数组了最后一个参数，对吧？那这个还是获取到什么让它关联这个 ID， 当然这里边可以有其他制作了，就不会非得是刚才咱们那个主件了，对不对？直接相当于这个表的条件和另外这个是写外层表的条件相等的时候，它专门等于它的时候，对不对？对吧？哦，上面什么板关掉了？对，第三个关掉了啊。你看，有可能你感觉这个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其实就反过来关联了，明白吗？你自己只能条件去关联那个什么表。因为有的时候一个类别表它不一定所有的外边都关联它的主件，听懂吗？类别表里还有其他的需要关联的，就得用第四个参数，你自己去写关联那个表的什么主件，听懂吗？自己去写的。那咱看一下综合的实例，就拿咱们这个网站的首页来说，我把这个获取到栏目，获取到，看到了吗？不光获取栏目了，其实这里边都获取什么东西了？一是栏目获取，这是第一吧，对不对？第二个，我获没获取到子栏目，因为是无限分类的，对不对？然后获没获取到这个栏目对应的文章，对不对？那还有图片呢，图片不是在栏目里存的，图片是单纯有一个表存的，清楚吗？那这里边又得获取一下谁啊？是不是图片表啊？所以它需要跟几个表关联？三个表，对不对？包括自己的表，三个表关联，你看怎么取的啊？这块咱们用一条语句就能搞定的，你看一下，你会看起来有点麻烦，但是你要
单独拆开其实就不麻烦了，只不过都写到一起去了，看上去感觉会有点问题。你看啊，首先查栏目字段，我只查栏目的 ID、 标题和 PID， PID 是关联图片那个 ID， 得列出来，清楚吗？对吧？然后排序按谁啊？按 ORD， 是不是按本身的自己的就是后台指定的顺序啊？按 ORD 排序。然后 WHERE 条件，在首页放的都得是负 ID 等于零的，然后显示的东西是不是呀？这是把栏目本身查出来，对不对？然后再关联查谁呀？放第一个数组。你看先查谁的？先查图像这个表，然后这个图像也有名字，和那名字是不是冲突了？有怕是啊？然后做一个别名是 image 什么？是不是只要图片名啊？把图片取出来，然后让这个图片里的 ID 和我们这个本身栏目的什么 ID 关联呢？ PIC 关的 ID， 是不是这关联？是不是从那图片一对一的就取出来了？一个栏目对应一张图片，只有这图片名，是不是连过来了？清楚这点吗？然后这什么？再从栏目表里边，是不是取子栏目啊？我只取 ID 和标题，子栏目需要图片吗？是不需要，对不对？只取 ID 和标题，然后这什么？外键关联的是负 ID 啊，找上面栏目的，然后下标是不是子数组？排序按什么？是不是也按这个顺序啊？对不对？然后取几个？所以我只要四个子栏目，是不是这意思？然后开始取谁啊？取文章，只取文章的 ID 和标题，也是按负 ID 关联这个栏目表吧？然后下标是不是 AID 啊？按 ID， 什么排序啊？我只取几个？只取十个。你看一下这块，我打一下 ，dollar for dt 这个数组你就能看出来是什么了。你看一下，你可以看到从第一开始看啊，第一个空的咱不看了，因为有的什么里边没存值，对不对？比如从这开始看 ，ID 标题 BB 对不对 ？PIC ID 21对不对？是不是通过 PIC 把这图片取出来了？一对一的，对不对？然后子栏目下边是不是有一个子栏目，对吧？然后下边的子栏目这个文章下边有几篇文章啊？有六篇文章，看到了吗？所以这是 BEB 里的操作，对不对？把图片取出来了，把子栏目取出来，文章取出来了。那这样的数组，我直接往前台一扔，前台用什么便利 ？Smart 的，对 ，Section 一便利，是不是直接就处理刚才那结构了？对吧？是不是很方便？不然的话你自己写关联数组查询的话就很麻烦，所以呢这是关联数组这个操作。然后在首页里边你看一下下边把这数组用 section 一便利就出来了，而且便利起来的时候是什么？非常简单的，它太因为我组合数组型就是为了让你便利方便。你没发现咱前面记不着我给大家布过一个网站首页那种东西啊，是便利过这样的数组，对吧？就是子数组方式非常容易便利，只要一百就出来了，对吧？好，稍稍休息一下，回来继续。